水果烧烤好吃不贵，宜昌一元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水果烧烤好吃不贵。嗯，哎哥，你听水果烧烤，我们去尝尝嘛。水果烧烤，我就爱这稀奇古怪的，走。水果烧烤，哎呀，来，两位，强强的水果烧烤好吃不贵，宜昌一元，吃的多还有优惠。哥，我先尝尝哈。嗯，怎么只有水果味，没有烧烤味啊？老板，我觉得你这调料太少了，来，再给我加点。行，那我给你多放点。这个够多了。老板，你这创意不错，但是我口味重，再给我撒点。好。哎呀，丹儿，今天敞开了吃，哥请客啊。哇哦，不错呀。来，吃，我这管够，使劲吃。越吃头越晕呀、啊！这玩意怎么越吃越兴奋呢？还是吃越好吃。老板，继续加，多放点。我我是金酒大王啊！我是银酒大王啊！你们这咋了呀？吃烧烤吃傻了吗？大哥，二弟，我们是山下抓个妖怪当晚餐，走着。点击下方游高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每个月最开心就是收租的时候了。哎呀，丹丹、冬梅交房租了。丹丹、冬梅交房租了。哟，游出来了，收房租是吧？钱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哎呀，这个丹丹不错，每个月都按时交房租。来钱。不过这个月啊，水分有点多了啊。好的，游叔。冬梅，交租了。哎，游叔，给，这是我的。哎呀，冬梅，差100呢。滚！游叔，我数够的，你看你数错了吧？不是我说你们这些小姑娘，这个月电线都给我烧坏好几根了，那个大功率电器就再不要用了。快，拿钱维修费。行了呢。行了。下回啊，都注意一点啊！游叔先走了，下个月见。这老头一天算的还挺明白的嘛。自觉点啊。点击下方游高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这经理把我们叫这儿来，他人呢？不知道呀，这桌上放着三杯水，还有手机，一封信。我来念。亲爱的员工们，本次的优秀员工选择实在太难了，所以由你们自己选择。你自己咋选啊？别插嘴，还没念完呢。手机里共有4段视频，每人将杯中的水一人含一口，谁喷的最少，谁就算赢。不自觉，原来是这样呀，简单。嘿，来，辛苦。来，先喝一口水。
准备好了没？我开始放了。A 怕 B， A 怕 B。冬梅，你先喷的。这经理从哪儿找的这种视频啊？我们继续。这也太沙雕了吧！一个，别听来了，继续放。不好意思啊，一时没忍住，还看不看了？来来，继续看，这视频这么好看。哎呀，我的妈，不行了，来来，继续。哎，这咋没视频了呢？那咱们的优秀员工怎么算呀？算啥呢？这水都喷的差不多了，继续玩吧。哎，经理啊，你这个视频还有没有了？再发过来两部我们看看呗。哎，啥优秀员工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看视频多好玩啊！嘿嘿。点击下方油膏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哎，余哥，你咋又没上镜？余哥，站好了。今天咱们发上次考试试卷，我对你的表现太失望。老师发这么大的火，你完了！我跟你说，你又要遭殃了。哎，先别说，老师看着呢。我在上面搭建，你们在下面消遣。来，你们上来讲。下面我发一下试卷，丹丹出列。老师，我得多少分啊？你退步非常明显，这次才考85分。回去，让你爸妈签字。回去。我要是能考85分啊，我爸都得高兴的摆两桌。你这次考试吧，也算有进步，但还需要努力。91分。谢谢老师。你怎么做的弊啊？怎么考的比我还高？我呀，靠的是脑子。宇哥，对，并不及格，59分。多写一道题能死吗？老师，我都尽力了。鉴于这次咱们班同学退步人数较多，所以我决定60分到90分，抄卷子20遍。啊，20遍。幸亏我考了91，躲过了这次灾难。谁说不是呢？我59，我也躲过了这次灾难。丹丹，你抄吧。闭嘴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余高同学，你不及格，离100分差多少分？抄多少遍？滚！外加明天请家长来学一趟。啥？我还得请家长啊？余高，真不好意思，我的20遍抄完就不能陪你了。高啊。等你挨完打，我和丹丹一定去你家看你啊，给你买点什么红花油啥的。点击下方油膏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我的厉害。哎，你有什么厉害？我才厉害呢。光波，你现在干嘛呢？老师，小胖他非说奥特曼厉害，奥特曼哪里厉害了？要我说啊，还是我的孙悟空厉害，对不对？老师也不看动画片呀。老师，你可得给我们评评理，要不我们谁也不服气谁。这让老师怎么评呢？老师也不太了解。要不这样，你们展示一下他们最厉害的绝技，老师打分，谁的分高谁就最厉害。没问题，老师，这是小菜一碟。哼，那你们谁先开始？老师，那就我先来。我今天展示的是泰罗奥特曼。看起来还挺厉害的。该我了，你们看好了。呆，火眼金睛，冬梅现出原形。一哥，说啥呢？这乱七八糟的，下来！妖怪，看俺老孙72变。哎，油膏呢？俺老孙又回来了。一哥，我记得孙悟空变身爬的是自己。你们两个呀，选的都不错，老师也不知道该给谁评高分了。老师，要不我和油膏再竞争一下，你再给评评。行啊，俺老孙可不怕，你看招吧。哇哦，不错呀。我是评不出来了，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孙悟空和奥特曼谁更厉害呢？评论下方哦。点击下方油膏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搞错了，再来。1、2、3，今日
二位三人在此结拜为异性兄妹。我是大哥。不是，凭什么你要当大哥，我要当大姐。哎，正规场合结拜呢，吵什么呀？丹丹，你说你愿意认谁当老大？其实我也想当老大。那咱们三人都想当老大，那咱们就比试一下。比试就比试，我们今天玩点文明的。对对联敢不敢？我同意。我先来。早上冷，中午冷，晚上冷，买了风冷。不是啊，意思大兄弟、亲兄弟、表兄弟来了，老弟。红梅可以啊，我也来出一个花生油、辣椒油、橄榄油，好嗨哟、哦！对，塔大舅、塔二舅、塔三舅都是你舅。是，我想想，好难啊。对不上来啊，我还就当老大了。不行，我要当老大。你俩胡说什么呢？我才是老大，我才是老大，我是老大，我是老大，我是老大，什么玩意？我不干饭了，别吃饭了。点击下方油膏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